主任好，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啊？带来一首，台语歌。我做下面。啊，伤心美味。哎，这是不行啊！我们这里面唱的歌大部分都是很活泼的、可爱的。我这奇怪啊，什么奇怪啊？因为闽南语是伤心的，什么越听就很悲哀。为什么一定要有悲哀的歌曲存在在这个社会？卖钱啊？为什么会卖钱呢？更好听，听听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啊，伤心的话，伤心的只有我一杯，搁一杯，我点点流的目屎，谁人会来了解？啊，伤心的人，伤心的歌，我搁唱几暝，变心的花蕊，为什么无法度来挽回？班主任已经这个宣扬出去了啊，说我们王世贤是体专的，那是足球。听说你啊，哎呦，这足球是我本科啊，本科对，好，十三年的球龄了。好，我们让王世贤给我们表演一点绝技，好不好？看看你忘掉了没有？哎，怎么样呢？就是用脚或者肩膀头来顶来。啊，对对对，那要超过100下。我们两个我不会啊。我来试试看，点一点音乐。好，那个是篮球嘛，先试一下那 timing 嘛，啊 timing 球感嘛，是球感，几百。哎呦！这边就证明海狗哦，怎么能说像海狗？海狗不像顶球的。班主任 Kenny B 也会踢足球是吗？射门射十二码吗？你是专门射12码？那像他刚刚那个人，他刚那个不是很容易啊。不，我试试看。哎呦，两个可以对比，真的吗？对比啊。哎呦，好哎。你是什么沙滩排球啊？这是像话吗？对不对？来来，请回座，请回座。今天想要模仿一位，既是主持人，又是唱片歌手，又是制作人，印象是不是很深？对，要不然偏不要讲名字了，因为模仿如果还要讲出来了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但是我也不能模仿得太像，因为模仿得太像。就给人家难堪。哎呦，是给被模仿的人很难堪啊。对呀，对啊，那模仿的不好呢，自己个不准。哎，对呀。所以说模仿蛮难的。那可见对方一定是很蛮难堪的人呢。听听看，听听看，那个道具还要道具。啊，不是。老师麻烦，刚刚借我衣服，黑来，就。你体格袂歹啦，四十个衣服是买外。基本上唱歌呢，他比较随性一点啊，唱歌就是唱台语歌啦，阿多你不爱坐哦，但不要是唱歌才好听。爱情那痴痴一阵风，但是咱无法度，爱情。爱情的苦，请你唔通落雨，
下的天啊，小酒馆。是刘家昌老师啊，所以这位呢也曾经制作我唱片，郑敬怡郑老师不错，他唱歌就是这个调。狄明雄他讲话，那你为什么会学得这么像？因为他的唱歌就是跟他的人一样很慵懒。还有没有可以模仿其他的人吗？要想一下，想一下，于天呢？于天啊，于天大家都，他唱歌的样子大概是怎样呢？他唱歌基本上有巨星的架子。好，走路出来就跟他大白哦，什么样的歌？含泪的微笑。这差不多飞哥的年代。含着泪，带着微笑，好梦一条。爱情远飘，往事知多少，让我懊悔在今宵。这个其实声音已经到80%了，就剩下眼神，眼神这样，哎呦，眼神是这种。对，不是蜥蜴，他就是对世界很不满意啊！真的，社会，他觉得他不应该是个歌手，充满了，他应该是个企业家，怒火，所以他就所以很怕人家看他啊，平常都这样，一看就是，哎呦，人家要叫大哥，对，不错，谢谢，啊，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。这好吧，困难。这个面条你会刷吧？这不容易啊！我试试看。好。好。基本上在体专呢也学过这舞蹈课了。体专还学这个？民族要什么样的音乐？来，是青菜。好，来。古筝。像玛丽兄弟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看你一个结尾收的怎么样。结尾是看结尾。慢一点。练什么歌？要讲究能够把握住一些优美。优美，你看这个闽南语歌唱起娃的嘴来多好听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双人枕头也是娃的嘴的。双人枕头是你他的歌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是你唱的。我一直以为是陈水扁先生。对，他以前来我们节目唱过一次。哦，真的是啊，对啊，那是我第一次第一张专辑的歌，不错，出道的歌，好，不是，那你今天来怎么会打过去的歌呢？奇怪。没有，我要唱啊，雄心美味啊。那你讲这个歌来干什么？因为你说华罗子嘛。啊，华罗子。华罗子，好了。有破音字，听听看。谢谢。啊，伤心的话，伤心的酒，我一杯搁一杯，我点点流的目屎，谁人会来了解？啊，伤心的人，伤心的歌，我搁唱几暝，变心的花蕊，为什么无法度来挽回？
王世贤怎么会突然穿这样的衣服出现？模仿的人到底是谁？会我们大家先猜猜看，我们台湾有哪些人是穿这样？黄安，黄安，他有这种行情吗？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如果有一天黄安站在舞台上，哦，人家讲你是模仿王世贤吗？黄安讲。那不是等于是就是没有啦，我们大家来猜一猜，你先不要讲啊。嗯，那要给人家提示。谢雷，差不多了啦。高凌风，高凌风啊。哎，叶启田的有一点像这样，对对对。我也作秀，你看，现在同学很少看到秀场，嗯啊，秀场都是请他金光闪闪、水滴千条，对对，红干东京不离。没有没有，拿书给你夹一下，看起来好像卖药的用。没有办法啊！真的模仿叶启田？试试看。那你要模仿要蛮像的，要不行的话，等下要夹书。我尽量。哪一首歌？哪一首歌？他最红的一首《故乡》。故乡，听看麦。好。啊，就这么点，就这么点。基本上啊，怎么搞的？基本上他巨星啊，他都压轴的，你要有那种 special 的那种啊，那种介绍。啊。从那里面出来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宝岛歌王叶启田先生。你我家。前奏很不太故乡啊，怎么会唱到凡人歌去了？主任，你唱唱看啊。那这不用了，你刚刚是人家是故乡，你怎么搞的？对啊，故乡。欢迎叶启田先生。富贵金盆，洋装啊空，看起来普通普通，时常出现。我的梦中，那就是我的故乡。想起着可爱的故乡，让我意志坚强。在我的打拼、奋斗人生中，那就是鼓励我最后的力量。这个平常我们很少人模仿叶启田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模仿他大部分都是一点动作，声音能很像不简单。哎呦，他还有好多很可爱，有够就请林志颖哎呀，真的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吗？有吗？哎呦，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嘛？没有，就希望用他唱腔，我想试试看用唱英文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叶启田的歌声来唱英文的，嘿，哎，好玩呀！那他如果他来唱英文歌，哪一首比较适合他呢？我们先挑一首比较慢一点，慢一点的，然后抒情一点的，大家非常熟悉。对的，人家我们才比较分辨得出来，叶启田唱西洋歌曲怎么样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首歌大家都很熟，《第六感生死恋》，Unchain Melody。可以唱，试试看。雅 K 可能唱《安全麦的底》。哦。My darling， 哪里自己笑起来了？我要画假花球，画不可能为可能，对不对？啊？那快的呢？那如果快的呢？快的，你刚刚不是讲说有先来慢的吗？还有快的呢？他有一首 rap 的歌 ，rap， 哎呦 ，rap， 好，来起来吧，好。现在已经三更半暝醒来，依然不知你是困去啊喂？你敢知我高大姐在行来行去，亲像少爷踮你这里讲戆西？因为我有真多真多心内，因为我真爱对表面讲坦白，讲你就是我一生拢最爱，也是我最后的一个。当然是不简单的，你
可见您以前大概就一直很崇拜叶启田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。好、哦，太好了，您这个服装这样子也比你以前的那个服装好多了，真的真的。还有没有？没有的话就见好就要收。OK， 好来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以前在我们这里听说这个足球踢得很不错，还好，大家是不是印象很深啊？那个足球到他手上，他可以踢一个晚上都不会落到地上，那就很简单。这足球怎么会到手上来的？你要跟我讲的名人如是，马拉多纳，他曾经说过，他曾经说过，保持年轻呢，就能不断的成长。哦，那这是哪一个人讲的呢？克罗克。克罗克，嗯，哦，这个克罗克是哪一国人啊？跟他不熟，我们跟他也不熟啊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但是他要后面那句做对比。哦，还后面还有一句。还有一句。哦，一旦成熟呢，嗯，便开始凋零腐化。哎呦，你讲这话好像有一点影射我。这句摆到后面来讲，没有这样才有对比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保持年轻，一旦腐化老。你保持年轻就是什么？就能够继续成长。成长。嗯，一旦成熟，便开始凋零腐化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呐、一定要在趁年轻的时候多去追寻啊，对对对对，多去冒险，对，吸收知识，讲得很好。演什么样的歌曲呢？啊，雄心美味啊雄心美味。你可以干什么？忘了。对，讲话的时候用这一支、哎、啊，好吧。伤心的话，对，这首、个、歌最近打得还蛮红的了。谢谢。因为旋律很顺口，蛮好听啊、哎哎哎。我跟刚觉得周海媚那个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他的歌又可以接我的歌，真的、啊。哎呀，哦，他的歌是什么？譬如说你最后那句。啊，伤心的话，伤心的酒，我一杯搁一杯，我点点流的目屎，谁人会来了解？啊，伤心的人，伤心的歌，我搁唱几暝，变心的花，为什么无法来挽回？没有，那一句可以接到这边的副歌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你想，他刚刚那首歌呢？你要换衣服之前，请你把刚刚最后那一句唱一下。对，因为你刚刚已经唱到我的歌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刚刚也是觉得你那个《伤心酒店》唱的不错。啊，刚刚那个不是啊，刚刚那个是啊熊宪维，但是他唱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正好是接到我的歌。那再接接看，接接看。哎，接接看，接接看。来来来，你是唱最后一句。我搁唱几暝。变心的花，什么无法来挽回？为啥人将感情放？讲讲你的，不知我用情换重。为啥人换一张梦？梦醒。歌唱接力啊！没有，哎，
你这个等一下唱完了是吧？唱完了，是新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你等一下这个，哎，不是，你本来验收就要那首歌啊。对，你直接把它唱掉了。对啊，那太可惜了嘛。我还有一首啊。啊？为什么？只能打一首这样子啊？在要换衣服之前呢，我真的有心里有一。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模仿。模仿啊？对对对。模仿为什么要那么隆重，这样还去换衣服？因为他算是我的偶像，从小到大，他的声音可能可以这么说，伴随我长大的。这样嘛？对对对。那你要做这个模仿的时候，你有一番话要说。对对对。那是不是需要孔锵给你伴奏一下音乐？在我小时候，是我崇拜的偶像。当我6岁开始懂音乐，开始我就发现一个问题。不要弄那种东西，你那个是法律警网的。就是过来姐，过来姐。嗯，你是要讲迈克杰克逊？在我懂音乐开始呢，我知道美国有个 Michael Jackson 猫王，日本有武木，北岛三郎、美空云雀，都属于他们国度的国宝级的人物。那时候我小时候，我很不服气，我真的很不服气。我发现我们中华民国呢，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人，啊，那后来我就慢慢的探讨、探讨、再探讨，左思思右想想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一个人，他的歌曲呢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就有他的歌声，而且他最了不起的，就是所有的国小里面的音乐教科书里面都还有他的歌曲，啊哈，曾经啊，我是足球队，我曾经代表过国家队比赛。那就是说，在上半场很危急输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整队就唱这一首歌，下半场就赢了这一场球，然后就升上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。所以你要模仿的就是这个人。对，所以还要下去化妆的。对对。好，他讲了半天，这个人应该是我们台湾很伟大的一个。是是很伟大。先拍拍手，我们看他化妆出来。王世贤这个妆应该化的差不多了吧？哦，来了，来欢迎一下，欢迎一下。哎呦，原来是，哎呦，原来他心目中的伟人是国父孙中山先生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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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个就偶像就不能开玩笑，不能开玩笑，真的不能开大的玩笑。是是是，是徐志摩先生啊，不是不是，因为我早就很想模仿他，嗯，然后我觉得一个歌手没有模仿他，就枉为歌手。哎呦，然后我会很想做个纪念，在这么好的，在纪念这一位曾经在人世间。给我们留下很多啊！没有，他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哦，那怎么用纪念来讲？没有，就是说给自己一个纪念，哦，自己留下一个纪念。是是是，你要从他讲话开始，还是直接从歌开始？从歌开始，从歌开始啊。象征我俩的情感，从不间断，却不黯然。说不清，说不完，分分秒秒长处在爱。还是把你爱恋，恰似白玉藏在眼。哎呦，哦，像哎，真的像。太谁了？哎，大龙给我做这样，我是谁？嗯，太谁了？什么派系？哎，真的很像费玉清，真的哦，连表情、连感觉都很像。我今天真的是很想跟他一起唱，那当然要，才能印证一下嘛。对啊，你再选一首歌，我们请张志伟先生啊。我还有做足侪伊的唱片，那想要给小哥签名，我要留念，真的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开玩笑。
玩笑的还是真的？我们一个一个拿出来。哦呦，哎，印证一下。费玉清，嗯，哦呦，这是国语经典，这九九九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最逆境的嘞，嘿，哎呦，这还不，所以这上真的很够驴啊，够驴，真够驴，是是，啊，就够怂的，中华民国颂怎么样？哎呦，哎，怎么样？中华民国颂，是是，听听看，好，鼓励一下，中华。前后辈的人能够这样惺惺相惜啊！哎呀，不过我要声明一下，您刚才唱的是以前的我啊，以前的，现在不这么乱摸来摸去，真的真的不乱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两位都请回座，谢谢，谢谢。手里拿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没有，明明有东西，怎么没有呢？今天要跟我们讲一个名言，对不对？名言，对，人呢要保持年轻，才能够很健康。人只要呢到了一个年纪的心智成熟，就开始凋零腐化。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。年纪都有啊，对吧？那这一句话，我们像你这样讲，当然就提醒了有很多年纪比你大个一两岁的人。那像这样应该怎么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真的面临到凋零腐化怎么办？就是要保持心态，保持年轻嘛。心态年轻就可以把鱼尾纹消掉吗？有可能哦。哦，你像曹猛的那噼里啪啦，你每天噼里啪啦，你就会年轻的。我怕夙愿呐，因为你刚才消遣了班主任一下，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堵。赌气，赌气，有一口气堵在这边。对对对，没关系，不是没关系，你啊，没有，我就带来一首歌抒发你。那怎么行呢？马上就处罚啊，刘若英小姐。离婚记。你的鞋。你的脚在我鞋子上走路。音乐，开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什么？等一下？没有，是谁要提出离婚了？那我不管了。年纪老大就会凋零了。开门。我要跟你离婚。你确实是有得过奖吗？这个戏拿来这么一下马上就来，那这两秒钟结束了。我要跟你离婚，好吧，再见。那就没有了。这年轻人嘛，要有气氛，是吧？今天市长要请吃饭，都忘了。哦，然后快点换衣服。OK。就开始表现不太想去。有什么事情啊？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全部要在20秒内结束。所以那个表情要很快，千变万化。Camera。市长约我们吃饭，赶快换衣服，我等你哈。等一下啦。怎么那么麻烦女人啊？我什么我？好了，换衣服。等一下我。穿这样就可以了啦。反正跟你去也没什么面子。啊、时间到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20秒，你对于时间的观念都没有。看了。快点吧，你这时间快到了。哇，你每次都这样，这样我啊，对对对啊！笑脸脸，我几斤？这几斤三百五十块，我是三百五十块。你这不是喜剧耶？哦，那些很成熟的男人怎么会？稳重，
对，你要给他压，开始凋零。哎，你不要说凋零腐化，可能你演一个快要死掉的。啊，不然，我真的没有时间了。我要离婚。不是，现在是从头来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好像现在从这边开始真的不能笑。哦，你好像有事要跟我讲，要看你的表情啊。啊，看你的表情，好像有什么事要跟我说。嗯。哎，不是结婚了，要离婚，我来演一次给你看。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我有话。什么话？你要离婚怎么样？快说嘛！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跟你两个人相处已经有了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有没有？你还要部位还要走出来？什么问题？难道我不能满足你吗？我怕你刚好说对了问题。我要跟你离婚。你的戏在这边，担当是你的反应。Come on！ 你好像有什么事？等一下，你好像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我觉得我们，怎么样？啊，请回座，请回座。他的感觉好像很满足。我很怀疑他怎么得这个奖。过来，青木瓜，青木瓜，香木瓜。对，其实我看比较久一点的，还没凋零腐化的歌，黄昏的故乡。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叫我，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，流浪的人无厝的度鸟，孤单人来到异乡，有时也会念家乡。这个唱片里面唱拍子也是这样的啊，好像有抢了一拍啊。啊，这是孔锵说的。没有，这是因为因为孔锵是我弹到一半讲，这样就是有问题，难怪这首歌快凋零腐化。哎，对呀对呀，啊，不错，唱得很好，谢谢家。特殊才艺呢？你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东西？今天来一点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卖药啊，卖药。嗯，你真的有办法卖药吗？气矿卖。卖药之前，我看着你要不要试试看医正那个东西啊？哦，好像不是很难，讲真的不是很难，试试看。哎，这个先。
来之后就开始可以卖药了。卖药，好，好，那我待会我需要一个助手。哦，刘若英。来来来，乡亲父老下的几杯。几杯，几杯。起码你也跟人家讲一下，第一个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兄弟姐妹没有，姐妹姐妹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兄弟姐妹，三世人讲五色话，五色话，厝边头尾都听详细，谁详细？还有你不清，听详细。你不要被他影响了。哦，对啊。听妹来个贵宝地。贵宝地。讲无字。贵宝地。贵宝地。好。无买无看，恁都嘿嘿嘿。嘿嘿嘿。人咧讲，少林武功盖天下。盖天下。出名传统武功用。功用。来来看伊头毛乌中惨白，惨白，目睭突突，有当时啊，搁会黏黏黏，搁会流目油对无？哦，多落变天，听哎哎，酸骨轮痛骨在，腰酸背痛，力不从心，放肆不如意对无？安尼就对了，食咱这边中好白运功散，食落去。吃了，让你撑筋骨，撑筋骨，通任督二脉，二脉，任督二脉在倒位，你知无？听无对无？来，今日你福气咯，我阿兄来个介介绍你知知啊？任督二脉，这都是任，迄这都是督，任督二脉。咱人中国人少林武功盖天下，十八当人都是安尼来。兄弟，大家阿贤今日来到这半小时，莫讲卖药啊，一罐一千，两千，唔免五百，内底我挂一罐细罐的，非常有个对仗。好，来看介伊，今日来来来，阮家的地址，沙林堡，沙林堡，五平八块，五平八块，一千人，一千人，三千三百三十九号，三百三十号，二楼，二楼，阿贤终于进入。阮的电话是五六一，五六一，八一六八，八一六八，五六一，五六一，八一六八，八一六八。外波头加空二，外波头加空二，外波头，外波头加空二，外波头加空二。感谢各位，谢谢努力。你们两个，我看是真的快离婚了。可以来，嗯，过来姐，过来姐，谢谢。今天我们知道，刚刚我讲的，希望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。今天的节目可能要稍微偏重一点，像他们这个，给他们能听懂的。所以每个人在一出来想要打歌之前呢，要唱一首儿歌。哎呦，那阿贤，唱歌
哥，你不知道这任何歌曲前面有前奏的吗？哦。不是，你不能一直像一直试验，后面的人不知道唱什么。这我这人比较阿多利布，随性一点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造飞机，造飞机，来到青草地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飞机下，蹲下去，你坐飞机，弯着腰，弯着腰，飞机坐得起，飞上去，飞上去，飞到白云里。Thank you。王世贤，没想到离开国小这么久了，既然歌词还能记住，表示他的智慧还停在那个地方。没心态了啊！他大直国小的嘛？是是是是是，我大直国中的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、啊？哦，我大直高中啊。来这一个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是大直。先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就先打就好了。我打歌的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我打一首比较抒情歌，温塞尾瓜。哦，有这种歌名啊，稳师傅的歌哦，没有没有啊，没有稳财富，我带师傅出征哦，您唱他一首，还有师傅啊，是黄沾先生还是郑敬一先生？两个来两个。睡着了，而且这个三拍很难的，应该人家那个像那个什么沙悠娜娜，哦，这首不好拍的，对话就像这个，啪啪，没有办法，我以为今天来这个银河飞哥这个年纪。年纪，好了，唱的不错，谢谢谢谢。还有表演什么？我带来一首歌，然后呢，但是我希望歌刚才不是唱过了吗？但这首歌不一样，因为有些歌手他本身都是一个人在唱，一个人唱，但是大家却忽略了旁边的一些啊，譬如说配乐啊，配乐。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和声。和声，和声非常重要。就像我等一下要表演这首歌呢，连那个雅虎都可以弄上，通通可以弄在这里面。可以，那这个就厉害了。好，预备，起来。那么我很尴尬，我已无事啦。唱啦，天。刚才那个啊哈声音太小。对对，然后我要比，我要打这个。哦，对对，那要找一个，张志伟先生啊。我来敲鼓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卖问我的感觉，无依无事啦。我比一啊，我比一，好不好？二是唱的，唱的。三是嗨的，四是播一播输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比你要在前面一点。OK， 好，来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卖问我的感觉，播一播输啦。听人讲我的爱人，去听到别人的顶八卦。我的心肝啊，一阵一阵悠悠啊疼，啊，我的灵魂啊，已经去一半。哦，无良心的你，无依无事啊。哦。
这班上的同学怎么？我没有这里，这是新生的，他们没有把我当班主任，他把我当检察官。哦，万方多紧张啊！好紧张！哎呦，他们来上这节目有压力。对呀、啊，听说他第一次，他第一次上我们节目，真的有压力。哎呦，好紧张、啊！没有，他基本上他要求很高，求好心切。你像阿恒，表现根本不怎么样，照样常常来。今天给我们带动一下现场气氛啊！嗨，刚才鼓腔拢拖袂起来。那先要给大家感觉一下了，感觉一下。我们先来个音乐好不好？先来个音乐。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啊，音乐是这样。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啦啦，睡呀睡呀，啊，有这种歌啊？那睡呀睡呀，旋律就来了。好，好。睡呀睡呀，大声一点吧。睡呀睡呀，好，这样就对了。睡呀睡呀，睡呀睡呀。我若想到这的心头着畏。开那茶牌望饮白滚水，你来看我规身躯的乌青，拢是为着钓鱼台的正义。我的家婆看一个阿桑昏倒十天，好心甲伊扶起，伊讲我甲弄倒。五米人直直活过来，唔好我变过伊。昏头母就噼噼啪啪一直穿过来。这首歌真的很难配合、啊。为什么？没有，是新歌了，新歌了，新歌。新歌。对，先教大家一下。啊，就是啊，今天摆明了嘛，你是在打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那所以你的歌也要跟大家能够一起这样啊？啊，对对啊，我的新专辑呢是啊，不是新专辑，你要你的歌词里面要能够跟大家带动的啊，这个大家都有。你怎么可以唱新歌？大家都准备好了，你就准备一个新歌，这样子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对对，我也觉得哈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呀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样呢？我们要唱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歌曲，对不对？这也是飞哥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OK， 你怎么违背飞哥的意思？对啊，我也太不应该了，飞哥。就是啊，你快回。你有办法带动大家唱吗？学长，到底有没有？赶快唱。录影时间很晚，哎，这个讲得好啊，先给阿恒鼓。谢谢，好，该你了。马上把气氛要拉上去。对，这个歌曲，这个大家都会唱的，而且唱完了之后，大家心情开朗。好，来，听听感，听听感啊。我有一个老爸爸，今年78，他满嘴满舌没有牙，满头白头发，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，哈哈到处去，到底到哪里去找女神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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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Assalamualaikum anamio。Zulai balai zulai dai cha cha。龙兄龙兄龙兄虎弟。你敢要在听？听着阮用心唱的歌声，寒冷来冷落，也是好代替。阮是老江湖的艺人。嗨，阿娘，你敢要知影？阮伫咧外口真正打拼。你要跟着我。哎哦。哒哩哒哩哒，哒哩哒哩哒哩哒。好，来了。老听着歌声，我的心情的快活，我过了一山又一岭，演唱有滋味的歌声。老听着歌声，我心情嘛快活。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你指阿嬷那边，你往哪邊？阿嬷还要唱不？我唱你听吧。人家都不想听你唱。我还要唱，听个无破，现在不会数啊。马上就起的啦，换一个起啊，嘛换一个起。哎，那有瓦罐呢？等来给我。我温暖的故乡。还没有完。请问扭屁股？请问你是来干什么的哈？你是赶快回去。对对对对对。杰森。Allen。哎呦，看搞了半天，你的拉拉队现在才跑来。哦，阿伦的这个足球那不是开玩笑的，你看啊，代表香港队的时候拿过很多次明星冠军。明星队，我们我是队里面那个射门机器。射门机器，嗯，哇，这个就厉害了。也没有什么了。哎呦，我们马上要来试一试，这不能开玩笑，来啊，看到没有？穿那个皮鞋来踢啊。啊，又顶好了，好吧，啊，用顶球，对对对，这可以，要顶到哪里去啊？都可以，啊，往哪边顶？那谁不会啊？啊，那当然是要一点，这个球要在你身上看，一共能够弹几次？特别帮你找了一位特技演员，可以吗？都可以啊。谁啊？谁啊？哦，王世贤，嗯，哎，这王世贤跟你有打过啊？有没有打过足球？有啊，曾经踢过啊，踢过踢过，对，他踢得很好，真的，他跑得很快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是。啊，头顶啊，顶顶来顶去，可以啊，双啊，哎，三百下不能掉到地上啊，耶，哎呦，哇塞，差一点造成恐怖撞击啊！啊，你顶一下，把我茶杯都顶倒了。哦 ，One more time， 来来，再来，慢慢顶，慢慢顶，嗯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哦，哦，嘿，好，弹出来，弹出来。哦，哎，囡仔就厉害哈。嘿，嘿，终于变成篮球了。哎，哎。王世贤，嗯，这台湾的歌坛啊，它的发展对不对？嗯，其实这个歌手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。对呀，对呀。他们的最大的特色跟区别在什么地方？基本上台语歌手呢，嗯，可以分为两大类了。两大类啊，
一边呢就是比较有草根性，草根性，然后一边呢又有一点半演歌式的，半演歌式哦，有道理有道理。那怎么样来这个让我们来了解？比如说有草根性的啦，我相信大家我说了出名字，他们都一定很熟悉啊。说说看啊，比如说蔡秋凤啦，啊，蔡秋凤啦，陈雷呀，丹雷啦，丹一龙啦，丹一龙啦，呀 ，K 点，哎，这个都草根性。对。我们这种唱法的有一点点半演歌式，演歌式的有一点美声。那有比方说像你以外还有谁呢？啊，比如说红龙红啊，杨英红先生啊，杨宗宪啊，袁小迪之类的。光是讲没有用，我看你要来用唱一唱的，唱一唱，唱一唱，我给才会有分别的出来。OK， 那我们先来蔡秋凤啦，大家都比较熟悉他嘛。哎呦，草根性的蔡秋，我们怎么样唱？一小段就好了，好好。空空恭喜天公伯，九九恭喜地王伯，行到四四恭喜海。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啊！叶启田呢？可以点了，可以点。哦，那条正经泰波人的唱法。好。有几间厝，用砖啊空。看起来普通普通，时常出现阮的梦中，那就是我的故乡。哎呦，这是不错不错不错。他们有一点惯用的鼻腔。陈雷的呢？阿雷基本上我没研究啦，没有。其实他也唱歌也是，欢喜就好。他也是这种 high call Q 嘛，high 靠海边的啦。这是不错。阿文生靠北部中北部的啦。哦，海口腔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是红龙红这一边的了。红龙红啊，比如说他唱歌就很美声啊。美声。糖瓜和水滴。因阮心稀微，想起着阮一件又一件。哦，哎呀，差足济啊！一下变这么多了。哎呀，所以说什么人适合唱什么歌都是固定好。所以说，原来你都把每一种都研究好了才能当歌手。对，其实歌手本身要对这歌路研究，才能抓得住自己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王世贤自己的腔了啊！接下来的歌叫做《酒醉也恰恰》，来，破箱爬起来哦。酒醉的酒醉的恰恰，酒醉的酒醉的恰恰，阵阵的音乐声传来，酒醉的酒醉的恰恰，虽然是双人坐相逢，感觉伊实在真大方，阮渐渐对伊来思慕，可惜阮真话袂晓讲。酒醉的酒醉的恰恰，酒醉的酒醉的恰恰，酒醉的酒醉的恰恰，酒醉的酒醉的恰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王世贤。